今天我们家的欧巴他要做美式的奶酪蛋糕，然后还竟然还用了这种饼干。这是新鲜的奶酪，然后这两个呢看起来一样，其实不一样。Schmand， 然后这个是叫什么呢 ？Shan， how do you call this？ 拉格桑呢？看看我们家一般烤东西都是我老公弄，他说这是他的工作，他喜欢弄。中国的东西都我弄，欧洲的东西都他弄。这是刚才的半个柠檬的水，柠檬汁应该不是水啊。用这个机器就是快哈。我们家一般做这些，我老公喜欢做，我呢做呢，我一般我喜欢做馒头啊、包子啊、馄饨啊、饺子啊，这些是我做。两个人嘛，夫妻两个人没有谁要必须要做，谁愿意做就多做一点，他喜欢做嘛。再说这里都是德语的，都让他做。嘿嘿，我的生活，我的频道里头呢，就是讲在我在德国生活的就是这个样子。德国人吧，他们欧洲国家、欧美啊国家这些，人均的素质呢，总的也挺高的，也有低素质的人。也不是每一个就是外嫁女啊，过的生活都很好，也有碰到那种渣男的，老公不好的，打老婆的，打小孩的，满嘴脏话的，酗酒的，吸毒的，烟鬼、酒鬼、赌鬼的那种，到处都是。那取决于你平时你怎么看到他的，结婚之前你怎么认识他，你怎么想跟他结婚的，一定要看啊。人家不都说了吗？男怕入错行，女怕嫁错郎。你说像我都是离过婚的，你再找一个，那肯定是越找越优秀，谁想越找越差呀，对吧？日子都是自己过的，好与不好真的真的都是自己经营的。婚姻也需要经营嘛，你要用心去经营。有的时候他说，有的人会说啊，我要做我自己，我不要为任何人改变。其实错了，夫妻两个是一个大的一个，就是一个合体，你要相互的彼此退让一步，才能让生活更加的幸福，对不对？我老公已经把它打好了，我为了奖励他，我给他做一杯金汤力酒，鸡尾酒给他，因为刚才剩下来半个柠檬不能浪费呀、啊，浪费就等于是犯罪。今天呢，我们做的这是金 star， 看，这就是我们斯图加特的。而且谷歌上查的话说这个是最好的一个金酒，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Jingster， 很不错啊。 Stuttgart， 看看，是我们斯图加特的金酒。现在我老公要把这个倒进去了，倒进去然后放烤箱里烤。哎呀，哼哼，哎呀，还能多了呢！哎呀，你算的小样算数学挺好啊，算的呀。You make exactly. This is me. So precise. I'm a machining guy. Machining guy is a German machining guy. It's so crazy. But yeah, there's an animal inside before. No, there's vanilla. Nee, they fly.Yeah, this is healthy. Yeah, eyewise, huh? Mm-hmm. 我要给我老公做金酒，这个是什么呢？柠檬的皮儿，它有那种香味啊。要放在里头，我做给大家看、啊。必不可少的那肯定是冰块。First one, put away, and then. Okay, new one. Yeah. 好的。Make a little bit crust. No, they need
They need the big ones. Okay. The slowly go away. Otherwise, too many water. You know that? 它还要那种碎冰呢。我说大冰块。刚才那条有点碎冰，碎冰被我扔掉了。现在就是整块的冰块。好，现在就倒金酒，因为我老公他要记一下喝多少了。OK， 40克，现在放汤力水，我们家喝的比较多，然后就买的大瓶的。现在呢，我们就把这个放进去。让它有增加香味，再放柠檬汁。嗯哼，哎呀，我在那边弄的金酒呢，我老公这个可以的，烤箱。烤到220度就可以放进去了，呦呦呦呦，放到里头去，小心哦，烫哦 ，careful， don't burn your finger， 嘿嘿 ，How long we need？ 15 minutes and then 1 hour。啊 ，15 minutes 哦。15 minutes auf 220 Grad。Okay。Und dann 135 auf einer Stunde。Okay。It has to be very slow。15分钟220度，然后呢，一个小时的时间，剩下来15分钟嘛，220度，15分钟过后呢，就是130度，一个小时，然后新鲜的 Käsekuchen 就是奶酪蛋糕就出炉啦，做好了，我老公已经尝试了，好喝吗？真的喝，嘿嘿，哦哟，有的人喜欢它里头放黄瓜。德国人有这种说法的 ，Somebody using gin inside have a cucumber, or that? But no, nobody likes. I saw you colleagues they likes. 现在15分钟那个已经到了，我们要给他。哎呀，这个光太亮了。我们现在要给他温度调低，烤一个小时，可以了。妈，你住。Good. 135度。You say it's 130.35. Okay, 135度。No, slowly bake. 看看，我老公来喝了一杯，又来一杯，喝完一杯再来三杯。看一下第二杯，我做的更专业一点了，给他边上挂了一个柠檬。我老公说好喝。我现在正在包装礼物，我婆婆要的一个是挂刀的，是就是高强度的磁铁，就是吸刀的。吸铁石这种呢样子的，然后我给他弄起来，还有送给他的一件 T 恤衫，还有一双鞋。看看我包装的，这是真的啊，这是我从我家弄过来的。那这个花，我用这个粘上去的，嘿嘿，新鲜的花还不错吧？这样比较特别一点，是不是？看我用的我家的这个长的蝴蝶兰，然后绿叶子衬托在这，都用胶粘上去的。看这个站在那里，行吧，嘿嘿，创意啊！我趁着刚才，我又把我的脚趾甲给涂了一下，这个颜色的，它原色是这个颜色。我买的时候是去年想圣诞节时候涂手指甲的，结果呢忘了涂了，去婆婆家的时候，所以现在就在自己家涂。德国这里涂一次很贵啊，我脚不好，你看都脱皮啊，这个脚趾甲。过去吧，我脚趾甲长得不好，但我的手指甲长得很好，对吧？我的手指甲长得还不错，自己做。其实少涂一点这些指甲油啊什么的，它对身体不好。我也是一年也就涂个一两次，有的几年都不涂。我们现在看看这个蛋糕，不错吧？今天就。把这个都端过去，不错不错，好。你看看我的小花园在里头，栀子花。哎呀，栀子花开了3朵，屋子里满屋子的香气，真的是非常的好。
好啦，今天视频就到这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爱你们，咱们明天见。